Super Junior 迎来出道17周年，官方频道在当天发布了一则 SJ 领域学历测验的影片，考验9名成员对 Super Junior 的熟悉程度，其中也出现有关台湾的题目啦。11위아11위아닐것같은데뭐한5위안엔들지않았을까싶은데10위안엔있을것같아요 아이건것같다우리대만에서1위인데이거다 8번5번맞았어8번에5번우와11인데뭐좀이상하잖아야그래대만 KK 박스가우리를11위에두지않는다고1위죠그래아진짜대만에서는우린1위를놓친적이없어요果然将其台湾老少年们就是一脸的骄傲，能让他们如此有底气说出在台湾是第一名，台湾老婆们多年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，实在是太期待台湾演唱会了。